领略不一样的世界，观看最前沿新事物，尽在芒果望世界。观众老爷们大家好，我是芒果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很多国家也在大力的发展旅游业，这些国家也成为了很多旅游爱好者必打卡之地。比如我国的邻国日本，相信大家都陌生，日本临近我们中国，所以日本和我们国家的渊源还是比较深的，因此很多人都喜欢到日本去旅游。在日本，他们的建筑风格、风俗习惯、生活方式等还是非常有趣的。他们的建筑风格大多都是一户建，像日本的茶道、传统和服都是很有特点的，因此也吸引了我国很多旅游爱好者前去旅游。现在随着我国游客的不断增多，日本的旅游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。走在日本的街头，居然能够看到很多中国的汉字，这些汉字和越南街头出现的汉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些汉字都是一些温馨的提示音，比如静静请进入、漂亮的使用厕所、以及继续拉动手柄、直到闪烁你的废话等等。这些在很多游客看来，这些汉字读得非常的别扭，而且很多游客表示这完全是晕圈的状态。虽然汉字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，但是这些汉字出现在日本的街头，却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懂它的意思。其实这些汉字都是按照日本的习惯来翻译的，跟我国的汉字语言有很大的差别，所以曾有游客在日本旅游看到这些汉字的时候，就说感觉自己像一个假的中国人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你去过日本旅游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请评论。本期的芒果望世界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击订阅、关注、评论和转发哦。